飞的。咱们玉林有第一家机场，然后这边像鹤壁、濮阳、海南阳这个地方，以后可能出行会更加便利，而且咱们这个应该是河南第五家机场。金钟英雄，甲骨文的故乡，岳飞故里，七朝古都安阳欢迎您。安阳红旗渠机场的建设同行填补了豫北区域民航发展的空白，更为豫北三市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。机场正式通航，今后将直接服务豫北三市1160万人航空出行，同时辐射晋东、济南和鲁西南150公里范围内约6000万人，极大方便群众快捷远行。整座航站楼四檐翘起，宛如飞鸟展翅，室内大空间异形吊顶以十字天窗风格对称排列，通过特制万向节组件和双层龙骨转换挠度，将1832块铝合金条板层压排布，结合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机场设计理念，采用被动式节能技术和新型 ALC 隔墙板节能材料，机场整体设计上注重建筑的功能性，体现了现代化交通建筑简洁高效的特征，为旅客提供便携的乘机体验。